以前月薪三千的人吃饭。喂，兄弟，好久没回去了，给我抓他们去屋里讲几十个。啊，真香。现在月薪三千的人吃饭。哎呀，这是什么话呀？这平常干嘛呀？吃饭？我问过你要不要，你要不要我？哇，这个味道太到位了！哎呀，你这好吃啊，差点要抽风了。这个蚊子都吃着想叮都不动心思。嗯，这个刚刚的东西啊，好香啊！啊，真香！对呀，好香啊，这东西。嗯，哇，太香了，我还想吃一点。嗯，火龙果还能这样吃？这样才好吃嘛。嗯。嗯，那这个菠萝应该要怎么吃？我来教你啊。嗯。你再让我看看你香蕉怎么吃。香蕉要加上小米辣哦。你也太强了吧。这算什么，我给你来个水果沙拉。啊，真香。菜。今天烫老花子喽！哎呀，老花子，你热死了，我搞哪样嘛？莫要金角花，好吃得很，来吃一口就晓得了。我不敢吃。哎呀，尝一口嘛！啊，我不敢吃。松绑。嗯。哎呀，好吃。哎呀，那个没得了嘛，你还要？
你说的乾坤椒花鸭什么味儿啊？这可不能告诉你，尝了你就知道神奇了。你能做出电影里那样的吗？臭小子，姥姥今天就让你长长见识。先来给鸭骨剔出来。炸酱米要提前泡发一下。姥姥，你把它缝起来干嘛？你懂什么？这可是细致活。姥姥，我真想尝一口。你不是不吃吗？大家帮姥姥点个小爱心呢。嗯，这挺成功的。我要来看。小乔，嘿，小明哥，嘿，小明哥，嗨，小明哥，嗨，小明哥，你竟然敢打我啊！你别笑，你还打我奶，你还打我奶，还打你个。哎呦我的妈！淘气杂技黄焖鸡，说说等于是吃脸哦。今天这个不一样的幽灵鸡来吃一盘子，先把这鸡处理一盘子，在鸡背上长什么蝈蝈，一看就水面不足，我给它整救了。葱姜蒜香一香，来盐一盘子，酱油来一盘子，料酒来一盘子，盐来一盘子，腌了2个多小时，然后把这些料全部给它吃下肚子，然后脚都给它拌到，嘿，嘿，不好吃，先给它点水分，起锅烧油，油烧的差不多，鸡肝挂一盘子，开里。
吃，我感觉也差不多。哎，手感都整点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我要尝尝。不错，看到这个颜色，是不是流口水的？再这么多，我们赶快拍照。哇，好的好的，外焦里嫩，巴适拍。走。味道相当不错，外焦里嫩，关键要在我做有几种的小版本，如果在乌龙的时候淋油的时候千万要小心，莫沾手了，我叫沾手了更难痛。你不用浇菜挖瓜，只需要请我吃饭。